down for what? Turn down for what? 看风景，想美食，品人生，我是 DJ， 跟我一起看世界。探访完圣地亚哥古城，今天我们来到美国最大的都市文化公园 Balboa Park。Balboa Park 与圣地亚哥的重要性犹如中央公园在纽约的地位。今天就让 DJ 带大家好好逛逛 Balboa Park。Hello, what's up, everybody? 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我每次来 Sandiego 都非常喜欢来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叫 Balboa Park。 这个 Park 其实很出名，为什么呢？因为早在1915年到1916年在巴拿马加州博览会举行的时候，这个 Park 就是为这个博览会去修建的，然后被称为是美国本土最大的这个城市公园，占地1200英亩，所以相当相当的大。在这个所有这个公园里面，你会看到很多关于艺术啊、汽车啊、天文啊、自然文化各种各样的博物馆。这也是当地 San Diego 居民非常喜欢周末带着家人和小孩子一起来休闲娱乐的一个场所。所以每次我到 San Diego 来，我一定会来 Balboa Park。除了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之外，你还能听得到各种这种音乐，还有这么好的风景的这种交错的这么一个气息，所以来了之后会让你心情很好。跟我一起去看。是一个 garden， 一个花园。然后在这个 Balboa Park 也非常有名的是，它一共有8个各式各异的花园，什么热带雨林花园啊、沙漠花园啊等等等等，这是其中一个。你看，也只有在加州 California 冬天1月份的时候能有鲜花的开放。非常有特色的一个建筑物，应该是他们的这个 botanical garden 植物园的入口。然后看前面有这么大的一个 pond， 好多鸭子在这边游水，有没有？然后鸭子的这个头很有特色，是在阳光的照射下，它们这个头全是这种发闪亮亮的这种深绿色，很好看。说对了，看到上面的这个字牌吗？ botanical building， 里面是植物园。一进来觉得好安静，就像进入了一个这个 greenhouse 的感觉，周围全是绿色的植物。都是热带的植物 ，tropical forest。这个植物是不是很有特色？你看，像一个这个怪物的人头一样 ，pretty cool 哈。哇，这边有个 sign， 我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真的。它这个是吃肉的，食肉的这个植物，我不知道是不是一个开玩笑，还是说真的。千万不要把你手伸进去。叫 Sculpture Garden， 有很多不同的雕塑。正好这个钟声每15分钟它就会敲响，是100个吊钟敲响，是不是像很美妙的音乐？我们正好在这个塔的下面。
plaza 走过来，这边稍微安静一点，因为离那个钟楼也稍微远一点。然后我们背后我一看，就是这么大一个像演艺广场一样的地方。所以当建这个 park 的时候，这种建筑师真的很聪明，什么东西都放进来，集这个艺术啊，然后教育还有娱乐为一体的一块地方。转了一整天了，终于坐下来休息一下。今天带大家看了 sandiego 非常有名的 old town sandiego， 去体会了一下，体验了一下以前这个 mexican american 刚刚移民到美国 sandiego 的时候生活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又带大家去看了 la jolla， 对不对？看了很可爱的这个 seals， 也去吹了一下海风，看了美好的这个风景。现在我们刚刚又转完这个 Balboa Park， 其实 San Diego 这个城市很有魅力，还有更多好看的地方值得我们去看。今天只是带大家去看了一个三个比较 typical 的一个 site， 那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一定自己要到 San Diego 来看一看，好不好？看风景，想美食，品人生，我是 DJ， 跟我一起看世界。Thank you so much for watching, and please make sure to subscribe to my channel for more videos.